我叫金宝石，在南北呢，现在是负责南北木行的整个运营。南北木行是在86年注册的，那么我们的硬木是南北木行的特色。硬木指的在一些教堂、佛堂，还有一些高级的餐厅，在装修中式风格的里面会体现出来大部分的木头，就一定要做到100%。客人要求什么样的质量，我们一定会达到。再就是服务，服务是做我们个人一些小细节上去做一些调整，让客户达到客户更加满意。我准备一些茶，在上面建了一个茶室，在这儿喝杯茶的时间呢，货物已经做好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团队，团队是我们木行之声的一个法宝。I am here as a bookkeeper. Yalber is the company that help us to do more business, more money to buy more materials because we can buy more truckloads in cheap price and then can earn more money.